加油！你离合松那么快呢，行吗？你让我加油，我这离合又松那啥了，我有明火了。你快点，逮个道口啊！那咋有摄像头？没逮着火、啊。我怎么觉得像考试似的呢？突然间考了考试，突然间有个车故障在道上了，然后我在这等着。我这个脚，这只脚还踩着油，还踩离合，这脚还踩油门呢，我还踩着刹车呢，踩的腿，我跟你讲，踩的我这个腿，踩离合这条腿都松了，能过啊？爸让我过，试试。哇，一档，放手刹，然后抬刹车，离合慢慢抬，给油门，哎，走了。松那么快呢，行吗？你让我加油，我这离合又松那啥了，又松着急了。听话，你这条腿，这条腿它老不听话，一着急离合就踩快了。回家这取完东西了啊，接着来，我紧张，不用踩离合哈也行。这是啥意思？你得用踩离合，你得打火之前，你得看看档是在空档啊。啊、嗯。它是一下就着，不像咱家那个拧。挂上了吧，道达。挂上了。先给点油。给点油，给啥油啊？这都那个啥，这是下坡、啊。下坡你就溜点刹车。啊，再往后倒。这功夫就得加油了。啊。停的时候舵不赶紧回一个来。哎呀，手脚不赶趟了，我的手和脚都湿着不赶趟了。这车和那个和咱家那个本田车长度差不多吧？比那个短。比那个还短。嗯、那个4米多，这个才3米8。啊！我有明火了。快点，我逮个道口啊！那咋有摄像头？没逮着火。
骑车。那啥不，你别给我灭火干啥？你就啊，你就是。然后踩离合，又不用定油门，又定刹车，这样踩点刹车。我习惯了，这样挂上一档，这样抬刹车，然后慢慢抬离合。骑车慢点，得找个红绿灯练呀吧。我这是在没人的地方，我不紧张，没事儿。人一多，我真紧张。我和我爸回家了，这家让我爸训的。到家了，然后今天就练到这儿，就是，哎呀，关键是今天外面。冰天雪地的那个啥啥玩意儿也没有，我今天就先练到这儿，然后等着雪化一化再那什么，就那个雪多人多雪多吧，我在就人多地方我也不敢开，我紧张，我真紧张，让我爸训得我一声不敢吱，太吓人了，咋能这样呢？哎呦我的天哪，哎，反正是开回来了。今天到此为止，明天继续练。